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John 啊。我今天呢，我来介绍一个饮料给大家。那么呢，就是这个 Hello Kitty。Hello Kitty 水，这个呢，还有两种口味，买了两个回来，总量是 Apple Strawberry Cream 苹果草莓，另外一种呢是 Apple Blackcurrant 苹果黑加仑的那个口味。那么为什么我会买这个 Hello Kitty 的那个水呢？因为呢，我有一个朋友呢，他是喜欢 Hello Kitty 的，那么呢，他也跟我一样是男生啊，男生有喜欢 Hello Kitty，那么呢，今天我就来试试看这个 Hello Kitty 水的味道怎么样子的吧。首先呢，我先尝试这个苹果草莓口味，那么呢，这边有讲说这个呢，在喝之前呢要摇一下，那么你可以看到呢，这里有一个，这个是那个气。应该看不到气泡吧？我这边是看得到有一个气泡。OK，吸管呢在那边。OK，那么要这样子喝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一样，从那个洞里面穿进去就可以了。再看看那味道，草莓有口味。苹果的味道比较重，那么呢，这一个呢是黑加仑子，那么这个味道又怎么样子呢？这边也是摇一下，然后呢，从这个洞穿进去，黑加仑子的比较好喝，比较好喝。那么呢，因为呢，你可以看到呢，这边呢是完全看不到水的样子。那么我现在就把它倒出来，看看又是怎么样的颜色呢？有这个瓶子。倒在这边，因为孔很小，所以那应该很难倒，有点难倒这样。孔不够大，可以看到是这样的颜色。你真的太难倒了。那么呢，把这两个。藏起来了又是怎么样呢？这个真的比较好。一模一样的颜色。OK，现在就来看看有没有味道。
就是水的味道。还是分开来喝比较好喝。那么也谢谢大家观看了，拜拜。